我今天帅不帅？帅！哎呀，我今天可不是让你们看一看我前面生到底有多帅，我是让你们看一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到底多带派。哎，欢乐马拉松要从咱们幸福社区门前过，为了向全世界以及全国的运动员展示咱们大沈阳的风采以及咱们幸福社区的风貌，我钱振峰，我主动要求穿上了这件独一无二的红马甲，看见没有，志愿者，这也是独一无二的补给站。总而言之，我钱振峰独一无二。街坊邻居们，你们往这儿看，今天我不是让你看我的头型有多帅，是让你看看我这身红马甲多带派。这件红马甲谁也没有，就我自己有，独一无二。好巧啊，撞衫了也。王小倩，哎，你不光抢我的红马甲，你刚才还抢我的背景音乐啊，你干啥来了你啊？这不嘛，欢乐马拉松要从咱们幸福小区路过，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这词儿是不是我刚才说过了？是。别在这儿占时长，赶紧说。看不出来吗？哎呀，红马甲，这么说你也选上志愿者了呗？看不出来吗？你也整个补给站呢？看不出来吗？王小倩，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啊，你这个补给站换个地方。换哪呀？沈阳北站。我上那干啥去？送运动员回家呀？人家也不搁那路过呀。这不挺好的吗？你呀，别给咱们欢乐马拉松添乱啊。你这整的什么玩意儿？来来来，你看，哎，你这都什么玩意儿？你这都什么玩意儿？看不出来吗？什么？红糖水、柠檬水、苏打水，各种矿泉水，全是水，水货呀！补给站不补水补啥呀？补爆米花啊？看电影来了啊？哎，王小倩，你跑没跑过马拉松啊？啊，人家马拉松运动员，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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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咋的？跑到这儿，人家肯定是又渴又饿呀。对呀。咋的？到你这儿来，你给人整个水饱啊？啊？你就这么接待远方来的朋友的？就这么接待人运动员的？就你这还代表咱们沈阳？呸！阿如啊，啥玩意儿？你能代表沈阳？我看你带啥了都？电解质。嗨，二姑父，你挺损呐。咋的？仙人跑得慢，电人家。这是电解质，喝的喝的，迅速补充体液的。啊，喝的呀？再让你看看，哎，胶，这更损呐。仙人跑得慢，完还粘人家，刚电完，叭给一粘，还咋跑？你以为这是502啊？能量胶，能量胶啊，迅速恢复体能的。啊，是吃的呀。但是啊，我看你这些东西一点诚意都没有，一看你就是花钱自己买的。啊，那你那意思，你那东西是卖的呗？送的。看着没？就你这个，哎。我三姨种的新民小凉山大西瓜，嘎嘎甜。哎呀，你这多钱一斤呢？10块钱4斤。还是卖的吗？这不还是卖的吗？送送，我今天不卖我送。急啥呀，这还急了。哎，我尝尝来。哼，等着。给。抠吧你就，你就说甜不甜就完了。别说，真甜呢。这算啥？过来，过来，过来。啊，怎的？我让你看看。哎，见过没有？这啥？这啥？告诉他。哈维奇。马拉松运动员，哈哈，跑到我这儿啊！哎，一杯咖啡，配上咱这鲜博士鲜奶啊。自调拿铁，享受不享受？喝咖啡就享受啊！啊，我觉得吃西瓜比你这玩意儿享受。咖啡，西瓜，咖啡，西瓜，咖啡，西瓜，咖啡，西瓜。嗨，来杯咖啡。哎呀，一听这就是一位南方来的运动员，找我的喝咖啡，稍等啊。嘿，
往这跑两步，来来来来来。哎，你瞅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喝那玩意儿干啥呀？也不解渴，还不凉快。有道理，来杯冰咖啡。别跑了，上这来来来来，别喝冰咖啡，有冰镇西瓜。还有冰镇西瓜。谢谢。哎，吃西瓜别上那边，回来。啊，明白了。好了，你的咖啡好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啥也不懂。作为一个运动员，正在运动的时候哪能喝太凉的，哪能喝太热的，就得喝咱这温不嘟的。谢谢。祝你跑第一啊。看见没有，啊，是不是佩服我五体投地？赶紧按我说的，沈阳北站。我跟你说，王小倩这点好，她知错就改。兄弟，你跑得好快呀，这么远都让你追上了，你是哪个队的？我是幸福时区拉拉队的。干啥呢你啊？人家跑得挺好的，你给人拽回来干啥呀？二姑父，咱还没服务到位呢，这既然来了，来东北了啊，得体现咱们东北人的热情啊。喝咖啡能代表东北吗？那什么能代表东北啊？爷爷，爷爷，爷爷能代表东北吗？上铁棍来啦！哎，这大铁锅都上来了。哎呀，小伙子，我叫你领教领教，什么叫正宗的东北铁锅炖？哎，看看刚炖好的铁锅炖大鹅啊！来，你逮一块尝尝，尝尝啊，尝尝。干啥呢？干啥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正在跑马拉松呢，你在这儿停下吃铁锅炖大鹅？搁这。哎，这玩意儿你可以打包走啊！我跟你说，串凉了可就不好吃了。你等着啊，爸呀，哪儿呢你啊？咋还不来呢？来了！来来来来来，小伙子，这是我刚从辽西锦州给你运来的烤串啊！这也太好吃了，绝对正宗啊！拿着，鲜博士鲜奶，你一口串一口奶，保证你今后的道路不会越跑越窄。真鲜！哎，小伙子，你别光吃串儿，来来来，把那放下。你看，哎，看看我给你的沈阳的鸡架，看着没？鸡架大礼包，哎，这里边有拌鸡架、炒鸡架、炖鸡架、溜鸡架、糖醋鸡架，还有水卤鸡架，吃一口鸡架。再喝上一口鲜博士，那都绝了，老得劲儿了。鸡架是咱们沈阳的特色，鲜博士是沈阳的特产，嗯，特色配特产，祝你的道路一路平坦。你呀，就是一口鸡架，一口鲜奶，鲜博士的鲜勾一勾鸡架的咸，鲜博士的甜预示着你的道路越走越甜。鲜奶就喝。鲜博士，爸呀爸，爸，看见没有？他这爷孙俩抢咱的买卖，让他们俩先嘚瑟嘚瑟啊！我瞬间啊就秒他！哎呀，爸，你等着！哎，来呀，这位运动员，大老远来的，这都是给你的，沈阳西塔大礼包，这里边各种小美食全是给你的。哎，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像比完赛了一样，我本来想去西塔，再想吃点鸡架，现在好了，一站式服务了。哎，小伙子，我再给你做个抻面，就算齐了。我这还有包子、饺子、锦州小菜呢。不吃不吃了，主持我就不吃了，我还在比赛。好，祝你跑第一啊！站住！站住！跑反了，那边太热情了，东西太多了，我都蒙圈了。加油！加油！加油！王小倩，你给我过来。
干啥呀？今天是非要杠到底是不是？你一点也不尊老啊。那你也不爱幼啊。哎呀，咋的？要干到底是不是？谁怕谁呀？等着，来。哎呀，我先喝点水。哎，我不吃，我能乱叫了。来，看看。哎呀，来，这位小伙子，坐、哎，谢谢了。坐，哎，把鞋脱了。干什么啊？我让你感受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我给你按按脚，你才能跑得好。这还有足疗。哎呀妈，这个味儿挺好啊，一闻就知道正宗的运动员的脚。来，哎呀，哦。舒服，这多挤赞啊！还可以做足疗啊！这算啥呀？等着！哎呀，来，你也坐，坐，请坐。好，哎呀，这算啥呀？这算。哎，怎么还喷水啊？还是热水？水不热不下灰啊？下灰？爸，该你了。好嘞，小伙子。今天我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沈阳的搓澡文化。搓澡来走。撞了，这站过来。怎么样啊？到我们沈阳一趟，不泡个澡不搓个灰白来一趟。都是你们沈阳体育全国出名啊，这大街上搓澡舒服啊。哎呀，哎，小伙子，我给你一摁脚，我觉出来你胃肠有点虚，我给你拿针扎一扎哈。哎呀，这个小伙子这火不小啊。啊，翠花给我上罐子。好嘞，罐子。爸，罐子来了。小伙子，我就这一罐子，我保证让你的火去一半子。哎，是兄弟呀。哎，沈阳人民太热情的了。是啊，我们赶紧参加比赛吧。好，好吧。哎呦，谢谢。不是，哎，再来啊！快来！来，你这还没点火。王小天，哎，你给我过来。哎，你爷孙俩在这干啥呢？啊，你把人运动员都吓跑了。你先下的，那大罐那老大。你行啊，王小天，你今天是非要给我杠到底是不是？必须的。我今天可要出绝活了。出！等着。爸，来，好嘞，来，三，行，我成功了，我新冠军，爸爸，我是你们的骄傲，我是冠军。哎，停。谁放的音乐这是？冷静，祝贺你，这不是终点啊，这是起点啊。但是这位运动员啊，南方来的吧，啊，这里比终点更精彩。爸，小伙子请坐，我代表沈阳人民欢迎你啊。接下来献上一首我们沈阳的歌。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盛装。好了，哪儿就好啊？来，上我们这儿，什么意思？哎，坐，我代表辽宁人民欢迎你。他刚才给你唱了，我给你说一段。哎，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比不过辽宁沈阳美。棋盘山的风光好，汾河水惹人醉。沈阳的运动健儿最健美，那个最健美。什么好啊？你这没我唱的好。哎，我说的就是比他唱的好，对吗，朋友们？对，不对？唱的太好了，你听听。我回去继续比赛，等我们拿了冠军，我还要回来再听一遍。好，加油！哎呀，冠军！哎呀！师傅，我们一家人来了啊！哎呀，大伯，
你们全家人都来了呢？都来了。我跟你讲啊，欢乐马拉松啊，咱们全家全上阵了，这属于家庭跑。家庭跑。哎呀，我跟你讲，这一路上跑的呀，看到咱们辽宁的美丽的景色，我的心中啊，就三个字啊，我骄傲。怎么把我词抢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咱这么大岁数了，你跟这年轻人一块跑什么呀？这不是要贵在参与吗？哦，我这是有氧运动。哦哦哦，我跑跑跑累了，我就歇一会儿，歇过劲儿了，我接着跑。给我老伴儿鼓掌。哎，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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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马拉松这是比赛呢，这咱家人这是穿的啥呀？这是呀，欢乐马拉松嘛，穿啥都行。你这是啥呀，小米粒儿？我是格格。咦，格格物吧，你拉倒吧，你穿的跟个花瓶似的。咦，我这青花瓷。哎呀，还青花瓷呢。哎呀，宝洁啊，你这是啥呀？我是棉花娃娃。哎呀，这跟个背面似的。哎呦，大宝，哎，你这是穿了个啥？我是勤劳的小蜜蜂。哦，我扎你。哎呦，扎我。师傅啊，哎，我们还得抓时间往下跑呢，赶紧赶紧。跑完以后，我们得回去看《欢乐范米粒儿》。哦，街坊邻居们，别忘了啊，互相传一下《欢乐范米粒儿》。开播啦！伙伴们，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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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回去看欢乐范米粒。你回来。哎，咱俩还得接着比。还比？咱们俩就追着那些运动健儿的身后给他们说相声啊。这有什么难的，来吧，这回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啊。相声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三个人那叫群口相声。追着运动健儿屁股后边说的那叫马拉松相声。哎，两位老人都参与到马拉松里边了，啊，那都跑起来了，啊，咱俩敢不敢来个移动补给站？好，我跟你说，就这王小倩，我让他3公里。沈阳欢迎大家，欢乐马拉松欢迎你。